小伙伴要给我来送币啦。嗯，不对不对，是这样的。用这些植物没违规吧？豌豆家族和一次性植物，不准带向日葵，带上他们仨也行。就像他说的一样，不进军碰，简单。唯一的难点就是这两个下水道，只能用一次性植物去挡住。说话说话哟！顺带一提，上次的30万币，我咋还没收到呢？